一百一十名年度推动行业搞好，你年纪如何搞老年人？推动行业搞好只有你演。陈凤梅高博演。伊伊个起源，民国一八年，外靠外有个日本来慢慢有一年，为李隆珍院长来带领吼，安尼个开始慢慢的接触，客家的沉浸客语教学，嘿，然后慢慢的接触到也客家的话，也接触诶当中啊，开始感觉安尼咧客家话慢慢的真是一点一点的流失下来。所以我说所以我们一般的客家人我们要是应该要尽量的力量。我希望我的幼儿园可以营造一个随时都可以讲客家用客家来沟通啊，用客家来教学的环境。本身呢，为学校随时都可以坦白到合法讲合法，就本让从个合法带入十方方提高个讲合法的频率。俺人开始接触客家话个系，因为客家话口音轻度无重要。哎，俺人开始来个系，俺本人讲讲用客家无标准，唔晓讲客家。接下来我记得我开始哦，我唔敢讲客家。嗰日有一个老师诶先生，叫咱个分享讲，啊，咱客家话其实有文千多种，从安定屏东有林乐啦，慢慢啦，竹田啦，嘉东的客家口音拢种无重要。接下来咱地，譬如按你讲诶下雨，你讲落雨。有落水，我知我了解方，我能发方是讲，我唔咩唔晓讲合法，我可以讲法合法，我能吓太大嘛去教学生人嚟讲合法，啊我也要讲，也我想法讲，生人咧唔敢讲要好，唔怕，唔冇标准，唔怕，唔要再敢讲要好。